郡主，快，快换衣服。怎么了？快，别问了，快进来，换衣服啊！你告诉我怎么了？长公主都为你安排好了，快来换衣服。郡主，快走，快点！郡主记好了，在东市渔坊岸边寻一艘乌篷小船。郡主，你一定要记住了。等一下，郡主，路上要格外小心。母亲。自他要找一个隐士的地方，好好的生活下去。来，这是一个没有公印的金叶子，不会暴露你的身份，足够你和自他一世无忧。母亲，阿武若是走了，你可怎么办？父亲和姑姑如果发现了，你该如何收场？放心好了。你父亲再狠心，我也是他的结发之妻。再不济，我还是大城的长公主，谁又能奈何我？阿武如果走了，何时才能再见到你？我知道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是什么滋味，母亲曾经受过的伤痛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。长公主，快让郡主走吧！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像女一般。郡主，我们走，快点。郡主。